跟女生最难受就是这个，两边是宽的，梨形身材，没有缝隙，他撑两大腿，他就有缝。他说就是日本原装的收腿裤，哎，好像很厉害。一年前看起来大腿也是粘在一起的，真的啊，同样的裤子也是浪的。今天这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，日本制，真的非常的亲肤，它凉凉的。对，滑冰的选手阿木爪纯，他很有名，这是他研发的。日本前滑冰奥运代表的选手，运用这两年的时间，然后体验监制最新的日本收腿裤，肌肉活动量对约提高48%，卡路里的消耗量对会提升29%。大腿臀部脂肪最多的地方，如果卡路里可以消耗 up 的话，对滑冰选手体态纤细的秘密，腹部这个地方它有可以做到加压，加压小腹，哎，对，这样拉，对，就是拉收口，就是我们要把大腿肉往内收，对，也有加压，哎，对，提升它的活动量。人家走100步，你会相当于走148步，没错，对，人家消耗100卡，你会相当消耗129卡，你就是比别人多。髋骨这个地方，感觉有大腿有支撑，整个身形会挺直。它是由日本九州100年历史的工厂去制作的，一天只能做80件的收腿裤，夏天绝对穿得住，瞬间凉感，整个都可以到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所以夏天穿都很舒服。真的。